来不会在这里，回来不会在山里，我本来等在峰顶。有时候拍一张合照，也可以哦。自然的声音进来，是右边还是左边的？直走。好，右边，右边，没错。新闻那一只吗？在睡觉。会咬？温温的吗？温温的吗？哦，不会咬。他说老板娘说不会咬。他说不定骗你了，他心情好的时候不会咬。但是摸起来皮肤触感好怪，像鳄鱼哦。它的下面这一片嘛，它在攻击的时候下面这一片会张开，而且摸到它排骨，哎，它有张开哎。鼓起来！
扣问水，他都有打那个货架上都打。像这个我们这个包包前面就有凸凸凸，所以它车子本身是。我，刚刚好一人一台。公路车的车友都喜欢小布。都提供腿。对呀、啊，都提供腿，就拍下来。前方那个地方应该是合欢山，对，应该卓兰在，应该那边可能是东势吧，对不对？这边是这边没有东势在这里，卓兰东势没有，卓兰在这，东势还要再进去，在下面的，对，来走了，哇、啊，山出来，山出来，哎、欸，出来变亮了，哦。哇，好高的山哦。结果在吃咸酥鸡，大好大好的，补充一下，我蓝大桥。
过去。Okay.